大家好。好。今日就是特别欢迎书店，以及咱中央在座的领导安排，到今日这个发会，那么和我先请中央的主任，要来和咱各位来探讨，到底以目前春门南大计划的时阵，到底是红军中央正当的发言的对？另外，第二点，也要和咱各位来探讨，就是讲咱一贯的思想到底对。第三点，也要咱各位来对过，到底咱一贯地主将来的基础又会是在对？所以，咱这个节目啊，这个迈向快乐的音乐家，啊，有这个节目，咱就咱个头尾啊对过第三点，大家明显出来。啊，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对你的关注，一贯地主将来的基础又果是在对，所以咱这个节目啊，叫做迈向快乐的音乐家园。啊，有这个节目，咱就咱个头尾啊对过第三点，大家明显出来。啊，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对你的关注，那么。为什么一贯地主将来会对这个米的灌输呢？当然有伊的因缘，在伊的主要理由。那么头拄来讲，现在是这个千门万教做法的时阵，每一个法门拢是讲伊是正宗，每一个法门拢讲伊是思想。但是有当就是经济出来无，有当是真明确，初佛到二佛，啊二佛要到三佛。伊这个传承的证据提出来无？拢是家己安尼，家己自称讲家己是啥物做啥物做安尼，家己是啥物个。所以今仔日个，咱一贯真理很多啊，绝对是各位互咱有信心。因为这个佛经记载2500年前，伫这个二佛甲三佛伊个交接，伊个所在就用得着，伊个所在就伫摩顶受记，就已经该受付2500年个代志啊。哦，所以这绝对咱就站得住脚。哦，所以今仔日，这个迈向快乐米的家园啊，要来向咱各位来报告。第一点就是天命传承米的英文。啊，天命来传承米的英文。那么，伊基本上真侪这个外来，对咱无了解的人，听来讲咱一贯都做出是米的粉。那么嘞，伊就开始来提了米的下生经。一句话一个米的是56亿7000万鸟这下任务题大众生，所以现在来讲米的英文是错误，但是呢今天我们不是要跟他修正，也不是要跟他变，我们只有要来清净我们自己，希望我们自己回去听到这句话我们不是要明白你的上升经记载得非常的清楚，啊，就是讲嘞，最失调的物料马上归你的多数，你的多数话不多数56亿7000万年，咱这个是你的下任务的大将军，也不是讲56亿7000万年你的多数来捣乱，所以讲这个论调的人，伊是家己看得无真清楚，叫咱绝对站得住脚。哦，所以以这个详情经来的记载，那么我今天就提来和咱各位来互相探讨两本经，拢有安尼记载。第一本就是这个《大宝积经》，摩诃迦叶会内底有一段是安尼来记载。哦，伊讲：汝时世尊即身有手，犹如金色，微妙光明，无量恶之尊者善根所及，其智障实如莲花。依摩密的定，即如是然，汝若我复作汝，当来世何五百岁，正法的时，汝当修何佛法正果，莫令断绝。那么就这个原文，各位，这就是咱的一个真正较交代的所在。啊，就是讲嘞，世尊在2500年前咧讲道是讲到有一天伊就救出，啊呐，伊的右手，哦，救出这个右手出来啦。一种犹如金色，这个有手发出来跟金色的，什么金色的？是因为释迦的无量恶之尊者接来神经，所以就伫这个手，所以就伫这个手的微妙光明。那么这个金头啊，亲像莲花，哦，一种手指如莲花，
的是来摸这个女的病哦，比较矛盾，比较羞耻，就来讲啊，讲你咧，哦，我副总理，我即马就甲这个未来天运甲个副总理啊，副总理当时当来是何五百岁的时阵，正月的时，你讲讲就是你爱来修护，把它全部不能断出来。那么底下我们各位先来解释，什么叫做何五百岁？何五百岁？就是因为你这个释迦佛啦，伊。了解未来，伊咧看以后啊，这个正法的兴衰，伊就分做五段，一段拢五百年。第一个五百年叫做戒法坚固期，也就是慧学坚固期，就是讲你当中大家离佛见，会当接受到佛的眼教，也无必要走进去。所以当中接佛的眼教，按落去修拢会成道，所以叫做戒法坚固期，也叫做慧学啊，智慧的慧，慧学的坚固。那么经过五百年后咧，已经离佛已经五百年啊，所以那个五百年中间咧，大家咧透过禅定，透过禅定，才有当来体会到了到底当时世尊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是伫释迦佛推广五百年甲一千年中间，这样子呐，大家咧拢中伫咧学禅定，有个所在，伊咧体会了一二个说。如来心法，所以到即马目前地人一问，还阁有人伫咧讲啊，你一贯道吼，无咧做啥，你唔对啦。其实我来讲，甲因讲即句话人伊唔对，伊落伍一千五百年，已经落伍一千五百年，因为一千哦，一千四五百个一千内底，这两种是禅定正果。于是世尊即心有受，犹如金色。微妙光明，无量恶之中劫，善根所结，其枝状实如莲花，依摩尼力变，足如是然。汝力我复着汝，当来世何五百岁，正法灭时，汝当修何佛法前报，莫令断绝。那么就这个原文，各位，这个是咱的一个经典较交代的所在。啊，就是讲咧，世尊在两千五百年前咧讲道是讲到有一天，伊就救出啊呐，伊的右手，哦，救出这个右手出来啦，伊讲犹如金色，这个右手发出来跟金色的，什么金色的？是因为释迦的无量恶之精劫之内神经所汇集的这个手，所以就是这个手的微妙光明。那么这个金头啊，亲像莲花，哦，伊讲手指如莲花，也是来摸这个女的病。哦，比较矛盾，比较羞耻，就来讲啊，讲你咧，哦，我副总理，我即马就甲这个未来天运甲个副总理啊，副总理当时当来是何五百岁的时阵，正月的时，你讲讲就是你爱来修护，把它全部不能断出来。那么底下我们各位先来解释，什么叫做何五百岁？何五百岁？就是因为你这个释迦佛啦，伊。了解未来，伊咧看以后啊，这个正法的兴衰，伊就分做五段，一段拢五百年。第一个五百年叫做戒法坚固期，也就是慧学坚固期，就是讲你当中大家离佛见，会当接受到佛的眼教，也无必要走进去。所以当中接佛的眼教，按落去修拢会成道，所以叫做戒。经过五百年，已经离佛已经五百年，所以咧禅定。他会想的，所以这里是真。在公、三公、坤大公、在公、三公。所以，可能是呢，今早呢，那个一点歌曲。
太高哈、哦，啊，所以伊呐，啊，都差不多跟各位姐姐来接，啊，来接点，啊，首先呢，我要跟各位姐姐来接呢，啊，来平安哈、哦，啊，希望咱各位姐姐来接，大家咱身体啊，非常健康，啊，事事如意。那么伫这个修行学科的当中呢，啊，拢讲一帆风顺啦。那当然呢，啊，咱今日去伫修行学科来讲起，哦，大家拢会当来把握在这个当下，啊，把握在这个当下。因为人生呢，事实讲起，唯有是修行上太好。咱啊会当讲经常啊，伫这个道场啊，哦，来参悟的话。啊，即个研究班啊，或者讲在即个活动的当中呢，咱会当经常来参加啊，对了解咱的心情状态，也会使讲是真好啦。哦，那么因为咱伫修行学科来讲起，其实咱伫道场所要来体会的物件呢，嘛会使讲是足济个啦。那么咱为虾米爱经常来参班呢？啊，因为德歌一千，摩歌千灯啊！哦，那么咱尤其是这期是道应在这个火铁修行学科。那么呢，咱无离开了着这个大众，无离开了着这个啊社会。那么伫这个环境当中呢，当然对咱一个地方的地主、修道的兄弟姊妹来讲起，那么嘛会使讲是真好。啊，嘛会使讲是真烦恼啦。为什么呢？真好诶，也就是讲，咱要成就是在加上有成就诶机会，也去看。那么较烦恼诶，就是因为咱伫即个社会上，伫即个环境上，咱拢交大家做伙修行，啊，就是讲交有修行诶，甲无修行诶，咱拢接受袂着啦，啊，拢接受袂着。那么伫这个当中，咱的对于了解这个道的理念，那不健全的，咱真容易，咱个要错啊，错到就错到当。所以讲呢，伫这个当中呢，咱爱如理清烟，如理不变吼。伫修行的当中，咱虽然甲社会人无离开，吼，啊，要先不卖，别再离开这个社会啦。啊，所以讲呢，咱要安怎伫这个社会爱合而不离？哦，咱一定要了解，因为修行的迄个殊胜甲尊贵，咱一定要甲尊重对啦。那么未使交社会人来合理，哦，那么呢，咱是爱合理不离嘛，哦，合理不离，大家做伙，但是有无好诶，咱袂当交伊做伙去，咱来甲伊纠过去。哦，那么呢，有可能伫这个修行的当中，咱会当亲像一位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所以这个莲花之所以会让大家尊敬，啊、哦，也就是因为伊出污泥而不染。所以讲呢，伊的高贵，啊、哦，那么受受着大家的肯定，也会使讲是咱后发的对象。啊，咱一支修行是火体修行嘛，火体修行是无离开灵魂的，无离开家的，无离开了着啊，这个世间所有环境。所以讲呢，咱修行的学科。就是讲，一定爱抛修了着，那抛修了着咱对道的这个理念，吼、哦。因为伫这个啊生活当中呢，伫这个社会当中，咱一定爱铭记在心，咱就是一个修行的人。所以讲呢，第一，咱的建立，吼、哦，咱是一个修行的人，咱袂当去交社会人共款，吼、哦，无条件，吼、哦，无条件，因为无条件。就要咱有修行，甲无修行，就等于相差啦。哦，那么什么叫做重症？哦，也就是讲咱什么工作爱适量啦。哦，那个适量的话，有可能能够随着这个潮流，这个潮流社会上的潮流一直哦一直作势，一直生出来。那么咱修行的人，不把这个心量好好哦来给安顿好势，有可能随着这个潮流，人流行体，流行体。那么的社会人，伊对于外在一切的相识啊，会使讲是非常的重视。但是咱想到，当然呢，伫这个当中，咱袂当无喜怒哀乐，但是咱一定要重视。吼、哦，
爱强者，伊伫咱无强者，咱就随着凋零，嘛是共款咯，会随波逐流，一直去摇。吼，咱无时间，我们是咧想着吼，啊，啥物代志拢要对社对社会安尼一直流行去，是毋好的，是毋好的。吼，所以讲咧，咱对了咱即个社会上啦，伫即个现实当中咧，咱要安怎注意？吼，如临千变，如履薄冰，咱咧随时警惕家己，咱是今日是修行的人。那么修行的人呢，就是讲伫未来，咱是很好啦。哦，啊，咱很多讲爱成就，连会成物理一样。所以讲呢，爱警惕着了后，咱随时爱有一种道的念头。哦，迄、那个心袂使受过头放弃。这个心若受过头放弃，受袂倒转来，咱讲真，咱咧就是一票，哦，一日一杯，同款安尼。但是到咱拜观文明的时阵，咱迄阵啊，当咱连治除了即个体了后，倒转到文明以前的时阵，伫迄个所在啊，暗光严格啊，可能咱到迄个时阵，咱比较着讲，咱伫修炼的路途，迄种不足，咱伫遐咧吹上滚，哦，就是讲咧上下二地啦，哦，也讲啊，我伫在世的时阵咧，我来无好好修炼啊，那么社会安怎会对咱安怎？哦，啊，那么咧修炼无成修炼的人。拢无有了道的意念，那么最终呢，咱袂当成就的话，咱一世人都无法度。吼，所以讲呢，咱是修道第一，咱的道量一定要坚，吼爱坚强。那么呢，咱爱啊，照着咱老师慈悲的交代，吼爱三不离，不离开前过者，离开不能离开坚守。主要就是讲，咱他拄啊讲，无哥的啊，无哥。得哥前，我哥前，等等啊！啊，咱大家拢无法度自主着家己的话，有真理来替我着咱来提醒、提醒着咱个下面个。我最近较放心啊！这个放心是咱的修行付出啊，修社会气质去啊！修得能社会气质，伊迄个是俗气嘛。那么咱如果不平复了俗气，那么咱伫未来变个成。先得了解这个显现这个气质，好，所以讲咧，咱咧修行，吼，咱咧为了气调了有属性，咱就是一定伫讲话爱注意，伫咱的意志运动嘛爱注意，伫咱的心境也爱去注意，是毋是讲咱一定离开了解这个道，吼，离开了解这个道就空气啊。哦，有一点仔咧，对了解这个道咧，产生了一种个厌烦呐。哦，爱是甲讲这是不要紧呐、啊，咱讲真咧。哦，那如果是安尼咧，就是足危险个。啊，有当时啊咧，咱先不注意，随时就是咧甲人开放呐。尤其是即摆天时阁非常个紧急的时阵，咱应该更加爱注意。啊，相信天时应该大家应该了解啦，吼、哦，因为对了解天灾地变咧。啊，会使讲一年比一年较济。那么这个是上天的，伊就是咧警惕着咱，吼、哦，警惕着咱。啊，所以讲咧，咱有了有这个原则，若无好好去修炼它，对啦，到最终，冇可能会接受脱胎啊。好，尊者是佛，有可能倒转去，嘛来浪费了咧咱的人生十冬、二十冬、三十冬，真正。啊，若安尼是毋是无太咱求着到咧？吼，啊有可能在这浅显的，每个拢是浅考的，哦，啊所以讲咧，咱不得不，咱一定爱对有了解这个道的意念的，爱一定加强。那么而且咧，我是讲，有咱利用这个机会，还有跟和尚来鼓励啊，保佑一下啦吼。也就是讲，咱伫啊，咱的班次来讲咧，啊，咱应该有来做多少间班，新闻所的这间班。哦，加迄个联合体育班，啊，那么有咱坐迄个前段班，加迄个合作段音啦吼。那么咧啊，有了个几个班次咧，啊，我是真希望啦吼。咱有这个机会，咱爱多参与，咱唔通讲咱听，哦，那听就唔免来啊，都是听无太爱，咱真听无。就无爱来，等于咱就无听有诶一日。所以讲，咱听无爱来念，
硬听硬接。有当时啊呢，伫这个当中，足侪听拢无，但是可能一句话会当启发着咱的智慧，吼、哦，会当互咱更加对道的肯定，哪里咱去进步唔可以？那如果讲一句话，我啊，我听拢无，我听无来出来，咱各位浅浅自闭吼，因为咱咧爬楼梯是一间一间咧爬，你一间唔爬，要讲伊会当打个卡片，你讲？啊，那么咱咧学道来讲起来，哦，学道就是讲咱唔捌，咱爱来学。那么咧自从捌来讲，我唔捌来听。那么咱唔捌，家己无咧成就，通转去，咱要去成就别人啊，困难。哦，那么咧今日咧，卖讲咱咧来成就别人，咱来成就咱家己就好啦。哦，所以讲咧，伫咱听课的时阵，我就感觉，咱听课，我去来练我的心，这个心。即、这个辛苦有当时啊嘞，那恁坐，可能伊也肯坐牛车，哦，啊，着去提东，啊，着提西，哦，安尼，其实咧修行的当中，听无咱就来坐好，安尼嘛是咧修行，好、哦，所以我是希望啦吼、哦，尤其是咱伫咧人做大型班啦，会使讲是足赞，好足赞，啊，所以咱各位前面有这个机会嘞，咱应该把握，听无有用的，有这个真诚虔诚的心。上天意会一点尔，唔是讲咱着互去做足侪工作来去安怎？其实是上天爱一点就是。那么，一点就是讲咱的养成班，吼、哦，咱的养成班嘛真好啦，吼、哦，因为咱无出来，迄个时间嘛是过嘛，啊，咱若出来，会当加减来了解道理。那么，咱有咧背景，咱背起来背袂起来嘛无要紧啦，吼、哦，当然咱的这背景是一定鼓励咱，一定。哦，来个来个背，啊，袂难嘛，因为咱若有出来，两点钟就是困嘛，袂记即个小事啊。那么咱无出来嘛是安尼过，有出来嘛是安尼过，但是到后壁无共款，咱转去是按稳定去咯。哦，所以咱参观是有何解是咧建议哦。哦，咱咧参观就是讲咱遐参观无啥，咱咧参观有何解是咧甲咱建议哦。所以讲咧，咱咧一意一动是天意转呐。那么这条小等于咧切，哦，也是讲咧按古典个是看咱对于咱的这个道精进的程度，咱咧包括讲哦，伊只咧一般，哦，那么咧前面都有咧点名的记录，未来成就倒转去是按这个功课，哦，啊咱出来个会当，哦会当去体会咱挂道理，应该咱唔通放弃任何的帮助。除了我来讲好福音嘛吼，无法讲。所以讲咱啊各位真个慈悲，我利用这个时间咧，叫咱大家互相鼓励一下吼，咱咧帮助会当多参与。那么咱平安咧啊来请着咱啊这个平安咧啊这个新甘师，啊就是咱新所长咧慈悲啊，伊对有咱个这个啊修行咧，嘛会使讲是啊真标准呐。哦，那么对有咱个这个能力嘛真。认真真拍拼的，伫咧啊学习。那么咱闽南咧啊，大家来甲好好来甲聆听，对有了着伊这个啊这个主题的这个报道，那么咱得效，对有了着家己会当做个演会较好咧啊。最后，我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讲师晚安。我是奉上天主庇做主奉主，师尊师父两年头的日子，大日大节，加上咱佛老先人的五大义心，先人、副先人、古师的栽培，以及咱法眼师尊
特别注意今年台电的福气呢，符合地区透气资源，乃至重要的工程，以注意今年台电用合。不过呢，符合在所合迁呢，对这里建筑也无足深入的研究，所以讲要把足好的道理呢，报告出来，参各位今年台电分享呢，恐惊有所不足。可是呢，符合抱着一点学习的心情呢，把符合在修学科的过程当中一点点的心得报告出来，予诸位前人大家做参考。如果在报告的过程当中有所不足，也是偏差之处呢，盼望诸位前人大家加符合指正加包容，这是符合将心所放下的。在还未开始以前，无法来引述着圣经的一段记载。耶稣做一个比喻，伊讲有一个野种的出去咧野种，野时阵有落雨落天，被人用叉打过，天顶的鸟啊又过来吃去。有落雨雨浅，石头顶的一发芽出来咧，日头一个晒就枯干去啊。有落在荆棘内底，参荆棘一同生长，被伊克住的；又搁有落在好土内底，生息起来，有一百倍、六十倍、有三十倍。所以我讲，这个比喻就是安尼，把荆棘呢，比喻叫做上帝的。把经济比如叫做上帝的道，那道理路边的呢，就是咱人听到了真理，但是随后魔鬼就来，把伊的道对，把伊的心内呢，将道夺去，恐惊伊信了不去。那道理苦浅石头顶的呢，就是咱人听到道，真欢喜去接受。但未堪去考验，若拄着考验呢，这点道的道心就退去了。遐落在经济内底，就是咱人听着了道，真欢喜去接受。但是走过以后，予咱的后天的名利、钱财、享受解脱了，又还无法度结出了成熟的果子出来。遐落在好土内底，就是咱人听着了道，真欢喜去接受，会使把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内，并且忍耐到开花结果。这个比如咱搁用咱道中来做一个分析，同款是来修道来听道，但是以后的经营就是有这款。第一就是落雨路边的，
标，但是拄着考验，有当时啊，人讲对也较好，就参对也，就对对对对也是，因为因家己无根本的方向甲目标，就亲像一只船在茫茫大海当中，如果若无指南针的指引，伊会随波逐浪，慢慢偏离了这个方向。那么，遐落在城市内底，遐落在城市内底，就是无有艺术的人，对收音学科的。虽然有得着了道，伊知影道好，知影真理好，知影修行好，但是对后天的一寡名利、钱财、享受、有缘放袂开，也就是无法度去改变着咱的脾气、毛病、品性、习性，去予咱心灵上的杂草来去掉的。伊运啊无法度结出了足新鲜的果子出来。那么遐落在好土内底，遐落在好土内底呢，就是具备了有信心。有立志，有毅力，加上了有恒心。那么这种人呢，伊得到了道以后，会当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咧修行学道，把道稳藏在心识善良的心内，并且点点咧付出，点点咧牺牲。那呢到尾啊，伊结出来果子。就是有一百岁，有六十岁，有六三十岁啊。由这种种的作经营看来呢，信心、立志、毅力、恒心呢，实在是咱修行的四大要素，缺一不可。嘛会当讲是叫做修行的四步骤啊。所以佛法今天就以这个题目呢，来参诸位前人来去做参考。信心，俗语咧讲，人生不足以知事，十有八九。这是咧讲伫咱人生当中，会去拄到真侪挫折甲困境。你袂当去突破了这困境甲挫折，就亲像佛法的人生感观，佛法。过去读书，结果考到无满意，也是找口、找工课，嘛是做了无顺利。有当时啊，一年找过来、换过来头家啊，也是计划代志要去进行，嘛毋是真顺利。也是要来修行学道，却是发觉修行的路却是真歹行。也是咱的感情问题、家庭问题，种种无如意的代志呢，真多啊！我相信在咱成长的过程当中，咱拢会去拄着啦。不只是无法有这款的经验，反正诸位前人大家嘛有这种的经验啊。可是问题是呢，咱面对着挫折甲困境的时阵，咱要安怎？咱会当对
去加到宏观啊。那么这个酒鬼呢，有两个后生，那么因两个后生拢有共一个老爸，可是有无共款的遭遇啊。一个呢，就参因老爸共款，每天就是饮酒，吼、哦，下当讲醉生梦死啊。那么一个呢，就足骨力打拼，尾仔成为一位公司的经理。那么为什么为人要足好奇？为什么较有遮尼大个差别？哦，那么这两个兄弟啊呢，拢同款回答一句话，伊讲我有这款的老爸呢，我又搁会当安怎？可是呢，一个呢是以消极的态度，认为你家伊家己有这款的老爸，伊袂当安怎啊？所以就惊受因老爸后步成为一个酒鬼啊。那么另外一个就以积极的态度，伊知影袂当靠因老爸，必须爱靠因家己。所以伊足拍拼、足认真的做工作，到尾啊成为一位公司的经理啊。所以你啊看，一个人以消极的态度，参以积极的态度咧处理代志呢，就无同款的结果啊。哦，所以咱来讲，信心是一切成功的源头。当一个人对家己无信心的时阵，伊就放弃了所有的可能，因为伊确定唔敢决定着伊家己的将来，所以伊就无有行动啊。那么当咱一个人对咱家己信心满满、信心十足的时阵，伊就有法度去挑战着任何无可能的代志啊。哦，所以俗语话来讲，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那么这个有心人，就是对家己有信心的人。如果咱对家己无信心，哪个什么代志，咱嘛无法度去做会成功啊。哦，就亲像咱当年国父为什么推翻满清？哦，伊经过了十败失败，一败失败，伊搁挑战。一败失败，搁挑战，哦，到尾也经过了十败失败，但是伊嘛无有灰心，伊嘛无有丧志，伊对台湾发展嘛搁信心十足啊。所以第十一败的时阵，伊成功了。所以伊才讲一句话，伊讲五心性之可行，即虽移山填海之难，嘛有成功之日啊。我心性义不可言，即随反将之笔之意，嘛难应修行之效啊。所以咱也看，一个人对家己有信心，参无信心，伊的态度就无同款，结果也无同款啊。同样，咱修行学道嘛是同款啊。其他个，咱对真理、对天道有信心的话，哪呢？咱的信心满满满，会当挑战着咱的困境、挫折，吼、哦，把阻力化为把阻力化为阻力啊，把不可能化为有可能啊，吼、哦。所以耶稣圣人嘛讲过一句话，伊讲你若能信。耶稣圣灵甲咱讲，讲你利用灵性，在信的灵，凡事都灵。也就是讲，你只要咱有信心，哦，对一个有信心的代志，下人来讲，做任何代志，伊都拢有法度成功啊。哦，无论咱事业也好，修行学道也好，咱爱抱着信心十足的心态。
去做事业，去来修行功德啊。吼、哦，所以咱来讲，信心是咱每一个人要做任何代志的根本条件。所以咱在做人的方面，咱对国家要有信心，对咱的前途要有信心，对咱的事业要有信心，对咱的道场更加要有信心啊。哦，当然对咱家己信心，哦，所以信心呢，就是讲咱对真理天道嘛要有信心，因为有信心呢，才会当产生力量。那么这个力量会当把无可能的代志呢，化为有可能啊。哦，所以咱来讲，信呢，就是万事要成功的基石，万德要成佛的动力啊。最主要也是由信，信的生发出来啊。所以在《华严经》呢，伊甲讲，讲信为道源，讲叫做
着咱对咱有利益的文化啦，哦，所以在伊大智度里，他讲佛法在海，为善人业，为利人道，哦，在佛法的大海当中的，唯有信心、有智慧人的，才会当真正确立着佛法的真理当中，哦，所以呢。咱要用信心呢来研究着佛法，那呢佛法呢，伊就会当净化着咱的信心，净化咱的人格啊，吼、哦，会当安顿着咱的生命，开展着咱世界的人生观，吼、哦，所以佛法会当予咱去找找着咱心灵上的主人啊，吼、哦，所以信佛。迄、那个黄山星云大师伊甲讲，讲咱心中若有信用，哦，心中若有信用，就是会使生了信心，有信心的就有处之不敢的人缘啦。哦，当然在咱的求道的过求道当中呢，咱身躯具备了宝藏，咱今仔日求着到一宝山。对袂当空手而回啊！当然，咱每一个人心中拢有无尽、无尽、无穷、无尽的宝藏。咱着看咱要安怎去开发咱的宝藏。今仔日咱来修道，毋通空入宝山空手而回。当然，着爱看咱要安怎去开发自己的宝藏啊！吼、哦，所以。胡公孙行文大师呢，伊哩做一条话术，伊做了真好。伊讲呢，世间的财富爱用信心的手去取，辽阔的江河爱靠信心的船来渡，丰硕的果实爱用信心的精神钓，无尽的宝藏爱对信心的门进入。信心。伊是道德的根源，信心，伊是智慧的保护。有信心就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那信心门内底并有无尽的宝藏啊！吼、哦，由此来看呢，咱每一个人都有无尽的宝藏，就看咱有信心入去内底取。要怎去取舍伊啊？哦，所以咱有了信心，伊绝对会当带领着咱脱离了这个生死苦海，绝对会为咱的菩提功业各位做一个基础啊！哦，我来举一个例子，对。哦，假使讲一个做学问，是一个专家，是一个博士。伊知识呢真丰富，但是对真理天道呢，伊无有信心嘛。吼、哦，请问伊会当超世俗发问袂会吗？无一定啊，因为知识的代志呢，参真理天道伊的距离呢是真遥远的。哦，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伊毋捌伊，但是对真理天道是100%有信心。哦，伊得着了以后，会当脚踏实地，持守在心修善良的心内。哦，对真理天道有100%的信心，那呢，伊敢有法度超生死发轮回呢？伊绝对有法度的啊！哦，所以咱知影讲，假使咱对真理天道有信心，那呢，咱就是上有智慧的人。因为在同款的天地中间呢，同款的道，过去的圣人先佛，伊会当修行正果，相信咱大家嘛会当修行正果啊。若是咱得到以后呢，哦，会当认真好啊修行，珍惜这界培养一份三者普度的时阵呢，对真理天道有信心。哦，所以有信心的重要呢，更是咱一个修行的修学者呢不可缺少的因素啊。哦，那呢，当然啦。
在是无常的恩典。如果讲在走错过程当中，咱若要找到一位合格师傅的时阵，当然需要足惊人的戒指力甲判断力啊！哦，那呢在走错以后，上重要的品质是啥？就是信心啊！哦，就是信心。所以信心呢，会使讲来自于咱啊！啊，我感觉讲，咱要怎培养出对真理天道有信心呢？嘿，就讲信心呢，就是来自于道上的真理啊！信心就是来自于咱的天道，信心来自于咱的生活，信心来自于咱的考验，信心来自于咱的自信，信心呢来自于咱的自我肯定啊！那呢，咱就真理天道。对咱家己要怎自我肯定，我以几点呢来参与这年代的做参考。第一就是爱信主，信主呢也就是相信家己，吼、哦，相信家己，也就是讲。咱相信家己呢，本来是佛；相信咱家己呢有佛性；相信咱家己即世人得着道呢，会当超生死脱轮回；相信咱即世人得着道，会当成佛做主。如果咱家己若无具备了这点的信心，那呢，圣人仙佛要甲咱帮助呢，都拢帮助不了你啊！哦，所以咱求着道，找着真正用心的所在，应该深信着人性的为咱的自我。哦，咱应该爱深信着讲人性的为咱的自我。咧主宰咱这个身躯的呢，就是咱这个良心自性啊。哦，了解到咱这个身躯当中，当然咱这个肉体是借了父母的因缘，都是离心离形成了一个肉体而已。真正咧主宰咱这个身躯的，就是迄个不生不灭的人性真我啊。所以佛经啊讲，佛性在，人性在。这个人，哦，这个人呢？
信他呢，也就是讲，这个他就是咧指过去的信人先佛，一切是空诸佛，相信佛法，未来所讲这个西方极乐所在呢，是真实不虚的，全不是咧安慰咱、欺骗咱的。哦，其实只要咱老老实实咧修行办道，唔免讲管西方极乐所在里底呢，到时阵阿弥陀佛就会带咱回咱要去的所在啊。哦，所以这就是信他。那么第三个就是爱信道。信道呢，也是讲咱今仔日所得到的道是道经、立经、天命经，哦，是信立经传，是自古无分为凡，本体殊殊并无分心。那么这个本体本心就是叫做道啦。吼、哦，若不是有佛缘、根基深厚的人，伊无法度去了解了这个真理。就亲像过去佛祖灭传作为何地啊？地灭传作为的时阵呢，伊捌曾经讲啊，伊讲叫伊迄门徒拢去做一首偈来互看。哦，如果会当哦，用哦大义呢，护念依法为地人来做啊。哦，所以呢，过去灭传这个道，就来做一首偈，互老师看呢，互祖师看呢，看你是毋是有道家，会当去受这真理天道无呢？哦，唔比像咱即呾讲，阿要来求道，来就会当求着道呢。哦，所以呢，五祖的门下有一位新秀大师，伊呾做了一首偈，伊讲：心是无天修，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佛事也平安。但是做这首偈的境界呢，会当讲真圆啊，就对啦。哦，那以咱即摆的角度来看，伊已经是真悬啊，对。可是五祖啊看看呢，就甲讲，讲你作此偈呢，只道门外必入门内啊。哦，如此见解，比无上菩提呢了不可得。也就是讲，伊做这首偈呢，还未去顿悟本性处。阿未到明心见处，这首偈呢，阿无下迄个资格来去得着了真理天道啦。哦，所以甲讲，讲无上菩提呢，说得言下摄住本心，见住本性，不生不灭，无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敌，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啊！所以咱看，过去要求道，要得到了心愿，唔是遐简单嘞。哎呀，就爱互祖师看你，看你修行的程度是唔是有够遐嘞？如果若无够遐，这个道唔是乌白传的嘞。所以咱今仔日求着真理天道，咱来感恩上天慈悲呢，互咱会当在即个时阵得着了真理天道，这是足殊胜、足宝贵的。所以咱来好好珍惜即个三义普渡，大开应运的时阵啊！哦，所以咱会当讲来看过去的修行者，因为着要求着道。千里访名师，万里求口诀，就是要找名师指点了这个智贤地呢。吼、哦，因为这个所在是千古不变、万古不移的定理啊。吼、哦，过去是安尼，现在嘛是安尼。
来开其中义，便是西方宗。吼、哦，也就讲，真两三四五，什么是真两三四五呢？因为这叫做天地的天数，所以咱伫中庸捌有一句话叫做藏天量地。藏天量地呢，也就是即三一三五叫做藏天，也就是在河道内底伊讲天一生水，地六生地，第二生火，天七生地，天三生木，第八生地，第四生金，天九生地。天五星图，地十星字，哦，所以这就是叫做藏天量地。那么如果人要更加清楚的，就是一、进、一、三、进、两、三、四、五加起来，拄啊好十五个数。如果一六，如果一迄落落数来讲。请到这个道元禅师，讲
所以在《华严经》里嘛，佛讲，讲家书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无时，果报还自受啊。也就是因果的形成呢，不是咱信有就有，咱信无就无啊。因果永远是存在啊，不是你信佛靠因果，无信佛就无因果啊。哦，不是因果永远啊，就啊是存在于咱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啊。哦，所以佛陀嘛，他讲，讲因果不是伊的专利品，也不是伊的产物。因果呢，是来自于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心中的造作啊。只要你有造作，就有因果；如果你若无有造作，就无因果啊。哦，所以啊，过去的菩萨，菩萨是为因，那么众生呢是为果啊。所以出看来呢，因果的关系就是咱无法度去表现的。咱爱了解着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啊，所以有一首诗嘛，甲讲，讲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啊。所以因果的生活呢，就是在咱日常生活当中啊，哦。所以咱用过去的圣贤仙佛菩萨，也是过去的诸佛菩萨呢。成功的条件就是要信心坚定，信心坚定以后呢，就未产生了动摇啊！吼、哦，所以佛教信呢摆在修行行道的第一位，所谓的信心观念啊！吼、哦，所以有了信心的话呢，过来咱就是要为咱家己。立下了一个志向甲目标，所以咱来讲，咱既然对道经、立经、天命经有了信心，过来就是爱为咱家己立下了一个志向。理想甲目标，一个人要掌握着咱家己的命运，就是爱立志。因为立志，立志愿呢，就是一切希望的原动力。立志向呢，是为着要将咱心中的理想甲抱负，甲伊实践活出来。你定了一个方向参目标，当然。有智慧的人，拢知影修行学道是咱党的终身大事啊。既然是咱的终身大事，所以爱立了志向，有了坚定的志向呢，咱才袂畏惧着任何的艰难甲考验。那呢，咱在修行学道的过程当中，靠一个方向目标，才袂去行偏差去啊。哦，所以先分甲咱鼓励。伊讲，智慧圣贤，即位圣贤；智慧仙佛，即位仙佛；智慧凡夫，即位凡夫。立何志，心何明啊？也是讲，咱在修行行道，看你立下了什么志向。因为愿力呢，就是一切希望的原动力。咱想要心性圣贤，心佛做主。也是要成为一个凡夫，就是拢看咱家己，为咱家己立的志向甲目标，也是咱所下功夫啊，吼、哦。所以过去王阳明伊甲讲过一句话，伊讲：志不立，
王阳明甲咱慈悲讲，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必讲其家，必有不分之志啊。也就是讲，志立志向呢，就是咧，互咱成就着任何代志的一个原动力。如果咱无立了志向呢，那咧咱做啥物任何代志，无方向甲目标，那咧做啥物代志呢？就无法度去成功啊！也就是讲，虽别讲机械，理由不本于事业。也讲，无论咱咧做啥物头路，也是从事啥物行事业，咱拢爱为家己立下了一个目标方向。那咧咱做代志呢，靠根本的方向条件，通好去执行啊！哦，所以呢，咱爱有。立了志向啊！哦，所以呢，因为愿就是咱的心思，愿立志向呢，哦，愿为心思，也就是愿立的是咱心的老师，咱心活动的一个老师啊！哦，因为愿是平常时即是咱的心内的抱负、甲理想，那么家己翻译出来，这就是立志，是咱家己内心对咱家己所定立的一个目标。那么有了这个目标呢，咱就会当对这个目标拍拼去做呢，那呢，家己实践出来，最后就会达成了咱的心愿啊！哦，所以咱来看过去的圣人先生，因会当有遮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拢因家己有对家己立下了一个志向甲目标啊。哦，就亲像孔老夫子共款。哦，孔老夫子呢，伊为着咧实行人性，为着咧大同世界理想的实行呢。所以伊放弃了家庭，放弃了官位，伊带着学生呢，到处讲道德、发人慧，无非呢，嘛是要把这个人情呢推向于世界啊，促进世界大同理想早一日会当实现啊。虽然在周游列国的当中呢，拄到了真多挫折困境。伊永远嘛无有失志啊，所以孔夫子伊所以有如此的修养，最主要就是伊一心以宣扬大道，为着要救世救民，吼、哦，伊早就将家己的生死置之于度外，这就是立志向道者伊所流露出来的光辉啊，所以伊时常咧勉励咱讲。既然生意悠然悠然，不因无人而不慌。君子尽力修业，不因困穷而发迹啊！哦，那么佛陀的志向，佛陀的志向呢？咱来知影讲，佛陀为一代树因缘而降生于世。那么一代树因缘呢，也就是为着众生生死，即一代树因缘啊。所以你也看。释迦牟尼佛伊本体会当在王宫呢享受着荣华富贵，但为什么伊放弃了江山，放弃了地位，甘愿去修行学道？伊就是看到咱佛祖的众生在生老病死当中，而且轮回，无法度跳出了这个生死苦海，所以伊发愿要来证道，要来锻炼。拢会当脱离了这个生死苦海，所以发了四大宏愿啊。伊讲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哦，所以咱来看过去的圣人先生，因拢有足大的志向，也是像咱观世菩萨，伊就以发四十八大愿呢，伊为着要来度化着咱的
来自大兄啦，哦，伊嘛为了这个大志愿，要来救助着咱的兄弟姊妹。那么地藏王国，地藏国佛呢，伊嘛为了七十二大愿，要来度尽着地府的幽冥无尽无边的鬼魂啊。所以我一个大愿，伊讲地府无脚，誓不成佛。哦，所以咱来看过去的圣人仙佛，因拢有遐大的成就，当然因拢有发了真大的誓愿甲志愿啦。所以咱才讲，立志发愿是要成就佛道的基础，嘛是要成就信念最大的助缘。那么咱真幸运，会当生在这三弥陀教真道讲者时阵，三德普渡，咱成就着天恩殊德，更加爱来替天行道，代天宣化，来救度咱的兄弟姊妹啊！哦，也就是把救度兄弟姊妹当作是咱的职务，当作是咱的任务。哦，所以师尊呐来临，较来安免咧。讲不用个人，师尊啊，来人来讲，讲不用古人用金书，用古人接古字，不用金书接古用。也就是讲，咱看到过去圣人仙佛，因拢有立下遐大志向，要来救度着兄弟姊妹。咱袂使干那吼，过去的圣人仙佛承担着迄款的职责，咱爱有哪？承受着过去圣人仙佛迄款志愿，来救度着兄弟姊妹，吼、哦，就是讲用古人接古字。如果咱用过去圣人仙佛为着要来度化着众生，离遐大个艰苦，那呢，咱在修行学道呢，就是无志气，无立志啊。哦，不用金书接无量，也就讲在咱修行学的过程当中，咱有哪爱有迄个把度量的来量的方法，会当来承接着这款的职务，也就是救度兄弟姊妹的，咱每一个人的拢爱去承接。哦，所以呢，咱爱立下了志向。哦。所以呢，咱爱修行学道的第一件代志呢，就是爱立志发愿。因为发愿呢，才会当确立着咱修行的根本方针。如果咱无愿力，就无方向甲目标，也是根本立场。那呢，咱在修行学道过程当中呢，将是懵懵的，吼、哦，唔知影要安怎啊？哦，那么咱到底要立什么志向呢？何下以中在的一部机师傅呢来参助于这件教材之课？哦，中在伊讲，咱爱为天地立心，为心灵立命，为往世，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乡极乐所在啊。所以因为即卖三座普渡白龙应允，上天降下了真理大道的时阵呢，互咱随时随地呢，拢会当去度人来求道，因为度人的功德呢是真大的啊。哦，唯有照着度人，较会当唯有照着度人呢，即天地之心才会当确立，较会当发扬啊。哦，因为度人呢会当使咱人产生了欢喜光，哦，是苦海的救生员，是咱咧亲近的功夫，是圣贤的作为，菩萨的心肠，咱咧生活的基础啊。所以咱一个修行者呢，一定要定下了志向来度人来求道，因为这是咱上界基本一个慈悲心的流露啊，哦。所以咱来为天地立心，就是爱度人，哦，这就是咱所要立的第一个志向。那么第二个就是爱为心灵立心。第二呢，就是为心明入面，就是爱来成为一个做一个人才啊。所以平主教讲，天下呢，
深深的研究着三教的经典，把三教经典这款三宝生活的真理呢，发扬出来给兄弟姊妹，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通去承接着这个三宝生活。哦，当然，身为一个讲师，无一定爱徛伫讲台顶啊。在咱平常时，咧度人、心转人，哦，这拢是讲师的职责。哦，所以咱来把这个三宝生活发扬出来。哦，那么第四呢，叫做为万世界太平。为万世开太平的，就是开放设段。开放的，就是讲，把一个某一个所在压力很大的所在呢，将到环境遐，伫遐开垦，甲伊宽阔起来。就亲像咱去泰国，哦，咱泰国有等第二经要落实啊，就是讲，咱的开放泰国的。由咱过去前过者，一二十年来的，渐渐咧付出咧开放，所以较有即摆第二间佛堂要形成啊。哦，所以这就是开放啊，甲咱的道传去到泰国。哦，当然无一定爱传去到泰国。如果若某一位某一个所在无道，咱若道传去到遐，会遐留遐一直传起来。会当兴旺起来，会当设段，这拢是开放啊。当然，设段也就是讲，设段呢，伊就是讲是一代发传啊。那么伊好处功德嘛真大哦。所以为万世开开。